这位请到我们，谁呢？还是要从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OK， 他是小浩，所以今天你要在。你知道我唱这首歌，我都没有办法专心，因为我一直在想等一下怎么带。所以今天你要做什么？你上来，你讲啊，赶快。我今天来这边是有些事情想要跟大家讲，但是为了怕我等一下像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，所以我准备了稿子。哦，这里没有办法取消手机，对。OK， 好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对象在这里，你看这里哦。OK， 好。今天晚上应该没有太多的人在现场。很多很多，尖叫一下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些话想在今天晚上跟大家说。快一点，流程要快一点。就是。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人，我是眯眯眼，然后他也是眯眯眼。我很好动，然后他也很好动。不要告向我告白好不好？他是女的。OK OK 好。我爱音乐，他也很爱音乐。我幽默，他也很幽默。我不说话，他可以懂。有心事的时候，他总是第一个察觉。他爱笑，我更爱看着他笑。我爱主，但是他比我还要爱主，太夸张了，就像是上帝亲手所配合的一样。我跟他在教会，我们从认识成为朋友到交往，今天是第430天。在这段期间，他让我的生命每一天更完整，不再去害怕一个人的时候那些寂寞跟孤单，让我越爱越懂得学习负责任，成为一个成熟可以依靠的男人。我渐渐明白，这个人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最后一个也是最美的一个创造，所以我想说我爱他。在今天我想要问他一个决定，你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是不是都有一朵玫瑰？对，可以举起来给你们看。在我做这个请求之前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就要举着吗？会很累。好，好，可以放下来。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，就是你们手上的这朵玫瑰，有一天你们要把它交给你生命中另外一个对的人。哇，果然，我希望上帝可以祝福大家，也能够找到。你还在求婚？你先不要讲别人，你先做什么，好不好？等待一个对的人。好，来，好，再来是我的份了，这样。赶快，再来是我的份了。我现在要把我的玫瑰交到那个人的手上。谁是那个人？人中凤。不是这样子的，通常这个时候是要跪下来，跪下来。OK。好，那你要干嘛？讲话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以为这么容易。OK 了，好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讲？其实你可以拒绝的，你有权利。对，但是我不希望有这样子，因为新闻媒体都在。好 ，OK 了。太夸张了。没有料到。好愿意。
啊，右手，不好意思，旁边我是这个是，哎，跪下，对吗？